可见你也是那个年代。对呀，缠手指，缠手指好像是只有我们那个年代的。缠手指怎么可能会瘦？没有，可是我们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。对，以前好像还有出书，对对对对，就教你要怎么缠才会瘦，不是乱缠。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效。但是以前我是没有减肥，以前是我很喜欢吃。因为你知道北一女的热食部超级好吃，然后它还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就是黯然销魂饭，然后对它就叫黯然销魂饭，里面就是烧肉，就是那个食神里面的那个，对，然后热食部就什么都有，然后所以每一次呢，就是以前高中时期还没在中午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中午前的每一个下课，大家就已经去热食部报到，然后在中午以前大家都快吃饱了，因为这真的很饿。然后就是从几乎很多人，北一其实很多人都因为很好吃，所以大家都很爱吃东西。然后就可能我们还有水果部，我们那时候呢就是还会买水果，就很健康哦，从甜点到主食到水果什么都有，还有饮料，这样就是什么都有。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在北一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因为真的很棒。然后现在我后来毕业以后还会回去想要去回味一些热食过的东西，对，黯然销魂饭。